我和埋药祖先生的关系是完全建立于感情，他已经有了我们的爱情结晶。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只要森米离开了马家，他就不再是我的绊脚石。马家儿媳妇这个身份，谁不想要？有那么多女人，只爱她一个。你真心希望我跟周父？家族荣耀每周六晚上10点，只在 TVBS。